的中超联赛第十九轮重庆力帆与石家庄永昌的比赛。开场播，哇，速度非常快。嗯，哎呀，来到禁区里面看一看，速度非常快，点球，点球，太快了这一下，就突然之间感觉从身后冒了出来，对，非常远。我觉得这一下，你看他，而且他是后启动，对，先捅了一下皮球，对对对，然后张峰踢到他的右脚，看看。嗯，看看关键的表现。嗯，助跑大门，哎呦，扑到了，力量太大了。对，这球关键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没错，已经扑到球了，方向判断对了。与此同时呢，也碰到了皮球。对，但是确实力量太大。力量太大了。去年上一场比赛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，下半场反超。对，我觉得两个队的实力还是旗鼓相当的。嗯，很难防。对，王栋左脚传中，门前抛超，头球一点，这一下关键注意力很集中，吴庆的一个前插，对，他还是他那个能力还是确实是有的。对，好球，头球，好球，苏浩胜，苏浩胜，俩人也是抢到一个点上了。对，我们经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。好球，球啊，看看马修斯大门，哎，这是今天开场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运动战当中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。马修斯完成射门一瞬间是不是被撞了一下？然后保护，生吃尼浩伦来到禁区里面，看右脚的传球。我觉得关键啊，我觉得防守这费尔南多，不能，我说了不能给他太多的空间。对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身后的中卫要有保护，非常轻松。看一下这次有一个手部球的动作，行，你看身体也非常好，非常灵活。两人看看这球，身后。吴庆跟着传中了，哎呦，这球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啊。李超实际上如果看到关键出来的话，这球肯定不会去铲那个球。看传中质量，低平传球，王建清，王建清跟转漂亮后，但是这个球米洛维奇的一个补位，扣得非常漂亮。但是米洛维奇这补的呀，这个意识是真好。从后点，王建清。身体好球，移过来，移过来了，自己打了啊！